满42%。
充满35%，电池充满35%。高，充满
不会吧？可以你。狭小休息区，车外。不会吧？你靠呗，靠呗，还得快点，你是嘞？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
一直充满36%。亲戚老妹说过你。
28%，预期充满28%。29%。Thank you.
他会让你提高速上来，对吧 ？OK 啊，那你刚刚是不是也是这样提上来？他会不会很累啊？因为他上来的。我要问你高了，我要问你前面因为有一段那个好汉坡，对不对？哎呀、啊，你是用牵的，那么骑是不能没有办法骑，对，很累哦。骑不上来吧？你如果长骑应该可以的，他不长骑应该，我是从这里的。你看哪一段？看啊。嘉兴，我从这里上来的。哦，旁边那边啊。哎，他一般都从这里上来。对。二是从这里上来。反正这边东路，这边要管制对不对？这边我看路线，这边好像是1.7K。嗨。这1.3K 呢？哎呦，小四才空。哦，好好好。因为我是从前面那边，也有从前面那边看，那太陡了。啊，你这边，你从这边路线是比较不会陡，也真陡。还是这个山就是这样，都是用走的啦。基本上，像这一段，到这里就开始牵了，然后牵、哦、牵到这里稍微骑一下，然后到这里这段最陡。哦哦，就是那个骑的那个。这一段差不多45度。哇！哎，所以就牵着走。是这样啊。哎，不过、啊、比我在看应该是比这一段，但是这里都是水泥路啊。那这一段应该都是柏油、哦、应该会比较紧。哦，好。可是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管制、啊。有啊，因為有啊，那有管制啊。他不能人家骑上来、啊。不让人家骑啊。我刚刚有问他、啊，我想是提问你怎么上来的时候，我问你一下。那就骑这条，这条路是水泥路。好。没有人，几乎没有人骑这条路。好。他有一些在地的，他会开车开到这里，就停，然后停在这里走上来。哦，好。嘿嘿嘿。好。
车子可以开上啊。我进来还不好。
Yeah.
探路就探到底。
靠背。
们先看了再看了再查这里再查一下。哎，这感觉到什么时候？前是转停了，跟接驳车是同时停。哦，那多年前都。就是要看他网上的公告，看后面有没有开放。好好好，谢谢。因为今天多等了。